聊斋志异第七篇，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聊斋志异，蒲松龄著，第七篇，胡嫁女。历城阴天关，少平有胆略，亦有顾家之地，广数十亩，楼宇连亘，常见怪异，以故废无居人，久之，蓬蒿渐满，白昼亦无敢入者。惠公与诸生隐，或戏云：“有能济此一粟者，共聚为言。”公悦起曰：“是亦何难？”携一席往，众送诸门，戏曰：“吾等暂候之，如有所见，当即号。”公笑云：“有鬼狐，当捉赠耳。”遂入，见藏缩毕尽，蒿艾如麻，实直上旋，杏月色昏黄，门户可辨，摩缩数尽。石底后楼，登月台，光洁可爱，遂止焉。西望月明，惟闲山一线耳。坐良久，更无少意，窃笑传言之讹。席地枕石，卧看牛女，一更向尽，恍惚欲寐。楼下有履声，急急而上。假寐逆之，见一青衣人挑帘灯，促见公惊而却退。与后人曰：“有生人在。”下问：“谁也？”答云：“不是。”俄一老翁上，舅公帝室曰：“此因尚书，其岁已酣，但办无事。相公替躺，或不斥怪。”乃相率入楼，楼门尽辟，疑时往来者亦众，楼上灯辉如昼。公稍稍转侧，坐替壳。翁闻公醒，乃出跪而言曰：“小人有鸡走女，今夜于归，不亦有处贵人，望勿深罪。”公起，夜之曰：“不知今系家里，惭无以贺。”翁曰：“贵人光临，压除凶煞，幸矣。”即凡陪坐，备亦光宠。公喜，应之。入室楼中，陈设方立，遂有妇人出拜，年可40余。翁曰：“此拙金。”公依之，俄闻声月郭耳，有奔而上者，曰：“至矣。”翁趋迎，公亦立嗣。少选，龙沙一处，导新郎入，年可17、18，风采韶秀。翁命先与贵客为礼，少年慕公，公若为宾，执办主礼，赐翁续交拜，以。乃即席，少监粉黛云从，酒至物佩，玉碗金瓯，光映积案。酒数行，翁唤女奴，请小姐来。女奴诺而入，良久不出，翁自起，牵尾触之，额必袄数倍。永新人出，还佩裘然，设兰散赋。翁命向上拜，起。即坐母侧，为目之，翠凤明当，荣华绝世。继而着以金爵，大容数斗。公思此物可以持宴同人，因内袖中，为醉饮鸡，颓然而寝。皆曰：“相公醉矣。”居无何。闻新郎告行，声乐报作，纷纷下楼而去。已而主人练酒具，少一爵，名搜不得。或惬意卧客，翁即借物语，唯恐公闻。疑时内外俱寂，公死起，暗无灯火，唯纸香酒器，充溢四堵。是东方既白，乃充容出，探袖中金爵犹在。即门，则诸生先似，疑其夜出而找入者，公出绝视之。众骇问，因以状告。共思此物非韩氏所有，乃信之。后举进士，任于肥丘，有世家诸姓宴公，命取巨公，久之不至，有戏奴掩口与主人语，主人有怒色，俄奉金爵劝客饮，第四之，款式雕文与胡物更无殊别。大疑，问所从自，答云：“绝凡八之，大人为金青石。”命梁公监制，此事传物，
实习已久，元明府入陵，是取朱香露，仅存其妻，宜家人所窃取，而十年尘封如故，殊不可解。公笑曰：今碑羽化矣，然是守之真不可失，仆有一句，妥尽四资，当以奉正，忠言归属，简绝持送之。主人审视骇绝，轻易谢公，解锁自来。公乃历陈颠墨，使之千里之物，胡能摄取而不敢中留也。胡嫁女完。